还是戒烟哦，这些零食全部都是今晚看球赛的时候吃的，除非你陪我看球赛，那我就给你吃。自己快闪啊，再看球赛。反正你都穿球衣了，那跟我一起看啦，好不好？今晚再吃啦，OK OK OK。吃先啊。哎呀，你先吃球啦你。吃球。嘿。 什么？这个球衣没耶，我买给你啊。好啊。这个 bag 没耶，我买给你啊。然后我还要看到这个耶。可以啊，买啊。然后哦。买啦。旅行哦。买，再去一次。真的？你给钱了。可以啦。Business class。可以。五星级酒店。时间。随时啦。啊，不，一个月后 ，sorry。咦，那天呐，你不是讲看中这件衣的？我找到了哦。我还是觉得不是很美吧，算了算了。 我送给你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明天寄到哦，不要浪费钱了，我买了，退回了。什么？你自己讲要的，然后我找到这样辛苦，你跟我讲退回？送给别人啊，现在什么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没有兴趣的。下次周末你，啊，约事啊？德国输球，爆冷，所以我真的很冷。是哦，哎，李亚，看戏了晚上。哦，约了彼得。叫明天啦。喂，阿欢啊，我约了你吗？是不是？约了，约了他，约了他。拜五了，拜六没有做工。可以，我们看3点之前的。3点之前。下午场。星期五下午哦，怎样啊？我做工哎。可是晚上哦。不如你跟我讲，几时可以看戏啊？一个月后啊。你找其他女人陪你看呢。 然后呢，我今天工作得很累啊，我想要睡觉先。我还没有讲完，你听我讲完先。明天再聊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很累。怎么明天？你给我讲。明天啊 ，OK， Good night。哦，拜拜。拜。来 ，Portugis roti jana satu。Portugal，Cerrado，今晚继续加油， yes, 支持你啊！我看你还不要回复的嘞，嗨，挂我电话，哎呀！ 喂 ，Nicholas 啊，你有没有看到阿卓哦？没有哦。嗯，对哦，怎么？我刚刚打过去问他妈妈、姐姐、哥哥、姨妈、姑姐，全部都问完了，都没有哎。这样啊，不懂哟。哦，哇，那个巴拿马是我小学玩那个橡胶擦的时候啊，最经典的一些国家耶。 NG 说